喂，妈，你讲啥？你叫我的名？妈讲对的，你有听着？妈叫我的名，妈，我照顾无听着你叫我的名。少怀这个囡仔真正是捌代志啊！安尼就无枉费。这段时间啊，我伫咧姜家安尼隔空隔空啊。是讲尾啊，你甲少怀是安怎放弃的？因为啊，我早就甲陈影交代好势，叫伊准备好好，随时啊准备出动去救援啊。大仔，我走了算准准，今日就下底等。啊，若无我介意哦，就直接去找阎罗王啊。阎罗王。你这死者，你要娶我干死个？去阎罗殿对无？兄啊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我若是有听你的话，莫这么冲动，你就袂对我做坏事啊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家伟啊，我对不起这个阿姨啊，对不起。你要掠，掠我一个人就好啊，我是也是好人啦。应该要上天堂的，伊是我带罪，爹娘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你较认真个啦，你无死啦，你阁活较好好个。那有可能啦，迄车规个摔落海嘞，那有可能无死啦，嘛毋是咧跋戏啊。啊！你听无？哎呀，足疼的呢！啊，不是讲人死啊，就无病无痛，哪会这么痛啦？原来拢是骗人的。就甲你讲，你无死啊，还佫唔肯相信呢？怎样？陈影，你真的是陈影？所以是啊，我甲你讲话诶，稳当诶哦，才有生尊尊啊。恁大兄一定叫陈东俊甲蝴蝶不计出诶，所以早咯叫我唱个最底蛋啊。是啊，那无死诶，那真诶都无死咧。啊，不过啊，你妈妈辛辛苦苦替你捡落来钱，拢互蝴蝶自己偷过尔。伊阁想要甲咱两个害死，然后送往去继承你的遗产，你怕是要哪处理？蝴蝶，蝴蝶神官既然这么凶，就安尼尔。你拢无想过，你若真正死去啊，伊安怎苦待你妈妈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保护妈妈。干物啊？你敢没看到蝴蝶听伊生咧两句，你就规个软去？又搁牵咧哭哭惊，我袂啦。我虽然不是介巧，啊，不过伊的态度我拢看清楚啊。伊根本就无爱我，我袂搁予伊牵咧哭哭惊。对啦，兄弟，那呢啊，你就是真正大汉捌代志。只有你一边疼你心啊，你才有法度代天代物，看清楚局势，你才有法度真正保护你上个心爱的亲人。我知，为了要保护妈妈，我会坚强，我会学做一个真正的大人。想要甲伊公开哦，心肝这么凶，为着要甲吴杰集团规划拢捧走，连家己亲小弟拢敢下毒手。这姜开勇，
你竟然用遐尔粗残的手段对付人，啊，唔敢再提供背后保庇，啊，恁才会平安无代志。我是先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是无甲我讲一声，就家己走去冒险，啊，甚至甲你的命赔落，我绝对会去找阎王拼命。就算讲用抢的，我嘛要甲你抢转来，好啊，甲你算账。无的啦，仙姑阿姨，这摆好家在有幸啊，我才会当活的看到妈妈。若无啊，我真正要去阎王殿报道啊！阿星啊，这么巧，牛头马面，你还袂着啦，万无一法啦。谢阿妈，这摆姜开阳应该安囥的呢，甲我真亲啊。接下来就是伊爱受到报应。无唔对，人讲上好的防守就是攻击啊。这摆江道成还佫有姜开阳啊，因的计划活起较正面面啊。咱就要利用因即马为着利益啊，未到公共社完全无封闭的时阵，咱就做一遍，甲因好起。今日开董事会，上重要的是决定总裁这个位置是毋是我继续来换啦。今仔日开这个会，就是要甲你赶落台，要甲你代理总裁的职位哦退休。有把握才来讲啦，我再看有啥物材料会当甲我撤销。江道成讲伊完牌，安排今日去剧边，加加是5-5无结果。到底伊安排啥？或者是凊彩讲讲的，根本都无想要甲我斗相共。今仔日大家哦，投票表决。是毋是要撤销姜开阳代理总裁的职位？阿彩，麻烦你记票。我一票撤销。我一票保留。我嘛投保留一票。我嘛投保留一票。我已经答应等我就任。加分一寡股份给因，因应该是袂走票才对。啊，保留，我嘛保留。姜开阳，你莫叫是讲今仔日无结论，你就会当继续唱笑。你怎啊甲伊同款，中风失去语言的能力？连这算数都算不出来，上白板顶悬清清楚楚5-4，啥物都无结论。即等于讲，恁罢免失败，我继续代理总裁。蛋姐，阮家阁有先梅姐一票，伊嘛是退销，麻烦你下去。小蛋。师弟啊，我投保留一票。原来这就是江道成讲的安排，真正是我料想袂到，伊竟然有法度让魏先梅徛我这边，真正是法力无边，会扭转乾坤呢。师弟，看我的口中，嘿，那就要问啦，魏先梅，啊，你就对啊啦，你当然要挺你家己的红婿啊。人咧讲，手骨可能无骨出，敢毋是？那那只嘛，6-4，大伯，恭喜你，继续做总裁啊！哈哈哈，这是很好的啦，咱应该放炮庆祝一下吼。对啦，今日气氛这么好，人嘛拢在，我啦，归去吼，咱来投票选新的总经理。蝴蝶是代表少怀，伊那是吴奇集团的新妇，而且佫是杨总裁进前上重要的助手，可以坐大位，无论是资格。也是能力，拢是无问题啦。
你不要害情夫，你根本无资格。你搁讲我不要害情夫，我就告你诽谤。好了，蝴蝶，你莫插嘴了。飞日吼，我咧做总裁，要加安排一寡位置，嘛唔是困难的代志啦。你做总经理了后，你就请陈东俊做你副手，以后吼，咱就当好好配合，好好合作。恁这人两败为奸，就是要把吴姬集团归我庞上。你要选哪？苏五刚刚。董事会是你讲要开的，即个投票结果跟你想的无同款，你都要去加动手哦？你真正是输不起的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安安分分做代志，若无哦，我就调你去做研究助理。要收到东西，我不准你无了之前，阿叔，给我保全，把所有保全拢叫来。把这个布袋都挂出去了。想要找宝泉，少华，你没事，你不要没事，少华。我无死，你串通因，要甲阮害死。啊，不过你是白了工啊！少怀，你是黑白公司的啦？你平安，我欢喜都陪我。你是怪小弟的。你若是搞少怀当作是你的小弟，你都袂这么条件，替死认同啊！先卖公家了。龚少怀的股份啊，蝴蝶根本无资格代理，所以我是少怀。你即马当所有人的面头前讲，江开宏代理总裁一票，你要投保留还是撤销？当然是撤销。阿彩，把票数改掉。啊，你是可比个？我赶快要去代理总裁，我们得消啊！老邓、小邓，你敢继续要支持江凯勇？老邓、小邓，你别插嘴啦！我手头500亿的资金，真紧就会稀释因的股份，只够吼，我会分较侪股份给你。恁这个人吼，有够天真啦！亚准开会投票，就当修理我。我这么手头500亿，就算讲你的票无投给我，我嘛是同款，稳稳啊做吴姬集团上大的股东。死狗吼，我当情主，稀释你的股份啦。嗯，500亿听起来有影是真迷人啊。阿哥啊。只有你这种唔捌见过世面的人啊，听到这个数字啊，直接就头壳晕。你根本摸不清楚钱到底伫个倒位啊！你讲这有啥意思？你个钱啊，专做虚拟货币啊。啊，不过你敢有问清楚，恁朋友给你的户头是真正户头，还是同款是虚拟的户头啊？迄虚拟货币账户页面拢是假。一开始，俺提出30亿，那是为了要让你失去警觉。实际上，迄户头早就无钱啊。你莫胡白讲哦，那有可能是款代志。吴婷，赶紧查一下，我先倒一回事。钱安怎啦？户头还剩偌侪钱？那会安尼啦？爸爸，那会安尼？这虚拟货币网站那无去啦？